1991年，我们家还住在长兴。哥在面粉厂管基建，姐在粮食局当会计，我正在读初中3年级。同志们，上个星期我让大家根据局里的具体情况，每个人写一份改革建议，这都交上来了啊。咱们局里有人才啊，写的最多的写了6万字，跟长篇小说似的啊。写的最少的6个字，别笑，那都别笑，就是这6个字振奋了我呀。哪6个字啊？裁人、节支、增收，这才叫真正的改革设想啊，这才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。这6个字把我们党组成员对改革的思路全说出来。这6个字是谁写的？就是我们财务科的副科长周云同志。杨部长，刚才打导震器那小伙子一看就是个新手，得找个内行把他换下来。那时候生活很单纯，在单位听领导的，在家听家长的，而我们家所有人都听我哥的，哥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这是规矩。好的好的，这没问题。我跟您讲，志平，志平，你妹妹来电话让你赶紧到她学校门口那个小饭店去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，就是一直在哭，让你赶紧过去。好，我马上去一趟。好好好。我们改革的试点就定在财务科，由周云同志担任改革小组的组长。钱科长，你协助一下周云的工作。这是你一妹给小明写的条子，这个字你认得的？他们两个是谈恋爱，这就是早恋。是你儿子先给我写的，杨小明，是不是你先给我写的？闭嘴！你说他写了字条给你了，那字条呢？没有字条就没有证据啊！谁还留着那个呀？我早就撕掉了。你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呀，字条是证据啊。行了，老杨。啊？你说吧，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这件事传出去不好，我和我老婆的意思是不给学校知道，我们自己处理。重要的是我要让他们的关系一刀两断。行，这是应该的。啊，这是那个小明在小颖的身上花了不少的钱，你看，这是9月24号2碗炸酱面，7毛钱。9月26号上午到公园，而且交通费啊、门费啊，共那个……行了，哎呀，那你就说总共多少钱吧。那一共呢，165块4毛6分啊。哥，你不能给他钱。闭嘴。来，老杨啊，这是80块钱。你带着你的儿子先走，我有话要跟小雨说。知道。改革的第一步就是竞争上岗。财务科是个试点。周云同志，限你5天时间，能干的肯干的上，不能干不肯干的下。下去的人到基层，没有二话。好，散会。我也懒得说你了啊，你回去自个儿跟你姐说啊，回家。哥，你要跟我姐说，我就不回去了。哎，你还不回去了？你想干什么啊？让我跟你一块骗你姐啊？哥，我保证，我以后都不跟男同学说话，我一定乖乖的好好学习。再说这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花的，是他自己要花的，现在又害家里赔钱，我今后一定听话。我不再让你为我花钱了，行吗？求你别告诉我姐了。我告诉你姐，要知道还不得气死吧？现在得给我写个保证。
保证你在上学期间，中学、大学不再谈恋爱，保证好好学习。行，你算就行。哎，好好好，哎呦，打疼了吧？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哎，小刘，看一眼，来，让妈妈看一眼。沈医生，谢谢你，谢谢我们的孩子。谢什么？不过你回去啊，得好好说你的丈夫。你说你要生孩子，我让他签字。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他请人算过命，生孩子的时候啊不能动刀子，结果被我臭骂了一顿。要是再晚半个小时，你的孩子可就危险了。陈医生，你爱人正在会议室和李书记吵架呢，科主任让你马上过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，你好好休息。嗯，好。呵，大家都到齐了啊。好，我们开会。看得出来啊，大家都很紧张啊。你们的心情啊，我理解。这一次科里改革，将有两位同志面临着下岗。至于谁去谁留，能不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，我想是在座的各位最关心的。不过请大家放心，这次主持这个改革的是我们科的副科长周云同志。周云同志年轻，有才华，有思想，局长亲自点名让他加入改革领导小组的。我想在周云同志的主持下，我们的改革一定会公正公平的。下面就请周云同志发言，讲讲改革的具体工作啊。根据市委市政府1991年第一号文件的精神，我们财务科被定为粮食局的改革试点。这次局领导下了最大的决心，决定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，干和不干一个样。我们粮食局有65名职工，可能上岗的只有50名职工。我们财务科有9名职工，最后只有7名职工上岗。改革嘛，就是从竞争上岗开始。在这个步骤，局领导给我们3个环节的安排。第一，就是做个人这3年来的工作总结。第二，在这总结的基础上，通过领导最后的核实，张榜公布。第三，就是最后一项，我们9个人不记名投票，决定7个人上岗，2个人下岗。赵永明，你好好说说，你请了2个月的病假去广东，你到底去干什么了？干什么？我去治病去。咱不能讳疾忌医吧？咱是大夫不假，大夫也不是铁打的呀，也生病啊。我知道，咱医院是大医院，重点医院。可是人外人，天外天，咱也不能夜郎自大呀。那你说说，你得的是什么病？有那么严重吗？我那假条上写的清清楚楚的。我今天叫你亲口说，对着书记说。我不能光对着书记说，我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行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说了，你走吧，走吧。书记，我赵永明得了阳痿了，学名是男性性功能障碍。笑什么？笑什么？都是不是医务人员？得讲科学，讲唯物，是吧？这有什么可笑的？主任，您这满脸的阶级斗争，您什么意思？啊？赵永明。我看你今天是不想给自己留面子了，那我也就不给你留面子，在这儿的都别走，让大家听听。我看你还质问起主任来了，讲什么科学，讲什么唯物。你看看，这是广东南顺医院的调查报告，你压根儿就没有病。这2个月你到广东赚外快去了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啊？这叫旷工欺骗组织。赵永明啊，我看你就不配当医生。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一说吧。我想我们的态度还是应该积极起来吧。改革毕竟是件好事儿。
怎么都不发言啊？如果你们不发言，我可要点将了。朱四五，你说说，啊？又是我。说。这三年来我做了很多工作，我一共做了12件大工作，21件小工作。我的第一件大工作就是每天提前上班给科里拿报纸。我们科每天到的报纸有7份，上午到的有5份，下午到的有2份。上午到的我就上午拿，下午到的我就下午拿，我从来没耽误过。第二件大工作就是给科里打开水，调查我是吗？好，我谢谢你们，大医院的大夫，帮助帮助小医院不行啊？赵永明啊，你为了过去广东赚钱，居然能够编出这种病来，你真的是不知羞耻。我看你啊，的确是有阳痿病，是精神上的阳痿。我现在代表组织通知你，扣发你全部病假时的工资和全年的奖金。平时的事情你就更不用想了，从现在开始停职反省，写检查。赵永明，我告诉你，你等着在全院大会上做检讨吧。好，好啊，书记，我赵永明正式通知你们两位，我要调动，我要调到广东去。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，不批准你过去广东。你有什么权利，书记？我想你没这个权利吧。我现在凭你的态度，你的态度我就不放你。调不调，调得了调不了还真很难说，咱骑驴看唱本，咱走着瞧。你这李刚，该你了。我的工作呢，主要是负责咱们全市的粮库监管，45个粮库的月报年报，我从没错过一笔账。如果你们在座的查出任何一点错误，我现在就可以下岗。志芳，说过瘾了？你说你本来就错了，你在领导面前还挺有理。你没看他们怎么挤的我呢？你别管他怎么挤兑你，甭管他什么人什么态度，你说你瞒着领导到南方挣钱，你错没错吧？还有啊，你跟领导闹那么僵，咱俩在医院以后还怎么待呀？咱不待了。行了，你别藏嘴里了，我现在没工夫跟你说那么多啊。我先到嫂子那儿有点事儿，晚上你下班以后到大哥家吃饭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。你好好想想今天的事儿，好好想想啊。当会计要有会计证，可我没有，我只有努力。我从80年代开始考，一直考到现在，我考了7次啊！我今年还要去考，哪怕去死，我也要把那个会计证给拿回来。王会计，说这最近3年的工作，以前的就不用说了吧？哎，周云，对不起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今天怎么没去找我做检查呀？我等了你一天。是今天吗？哎呦，我给忘了。哎呦，我们这儿改革开会实在是太忙了。哎，开会重要还是孩子重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3个月啊是最关键的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哎，嫂子，嗯，你们粮局也搞改革呀？改革啊，我们医院也正在改。前两天院里刚宣布了改革决定，严禁医护人员收受病人礼物。你说我们产科给孩子接生，这孩子生出来了，这产妇家属总要给我们送红鸡蛋吧？啊，这回不让收了，你猜我们怎么着？怎么着？院里不让收啊，我们护士长就到医院外面收。
我们护长说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改革开放，院外收单。这叫改革开放。哎，我这铃铛怎么又丢了半个？前两天你哥刚给我配完的。真是的。算了算了，走走走走，你等着啊。干嘛呀？还真熟练。来，小杨，嗯，我点菜，回屋吃去。哦。前一阵你跟我说，有名是得那种病，要去广东治，为什么骗我？嗯，当时有名，我真得说你了。你说，你们院领导来找过我了？嗯。你装着得那种病跑南方去赚钱，你这传出去丢人不丢人？我已经向你们院领导保证了。第一，永明在全院大会上做检讨。第二，你们两个安心在医院给我工作，不许再提调动的事儿。听你的，哥。广东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呀，我们怎么就不能调？那领导不同意调，就是不能调。永明要调，自己调，脂肪给我留下。他们都是大人了，你让他们自己做主。大人怎么了？他办糊涂事儿你也得管。吃饭，吃饭。嗯。吃饭。知道今天你跟志鹏他们生气，其实是冲着我来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老公，小云，我是生你的气。你说你进了局里了，改革领导小组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不跟我商量一下？当初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工作上的事儿互不干涉，要不然无法进行。管的事儿你别管了啊！我不管行吗？王书记今天已经找到我这儿。来替他妹妹求情了，那不是在你们财会室吗？让人下岗这种事咱不能干。谁让他妹妹下岗了？我一个人说了算吗？那得全科室投票。再说，他那妹妹就该下岗，奸懒馋滑，什么事儿也不干，除了东家长西家短，是是非非。最大的本事就是这，造谣。行，我知道。我也了解你，小月，你是能力强，你工作比别人干得好，而且你心里也看不起那工作能力差的。可你想过没有，你让人下岗了，你让他们干什么去？啊？要是有能力比你更强的让你下岗，你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得将心比心，你换一个位置想一下这件事。我就是赞成竞争上岗。项目科室是这样，天天坐那一块混，大家谁都不干活，这日子我过着烦。有能力的人就应该比没能力的人过得好。要是有人逼着我下岗，我活该。那就说明我能力太差，我心甘情愿下岗。你心甘情愿下岗，是别人心甘情愿下岗。你说这得罪人的事儿，你就不能躲一躲啊？比你有本事人多了。人家怎么不往上冲，就你往上冲啊！你别冲我喊，陈志平。志芳说了，刚怀孕的时候最容易流产了，尤其是不能生气，不能有人冲我喊。
去我自个儿行了吧？那也不行。你对我好一点啊。周爷，请喝水。哎呀，离这投票剩下三天了。我想问问你，你认为咱们这科里头哪两位同志应该下岗啊？科长，现在说这个不合适吧？是啊。不过，周云啊，你我都是科里的领导，虽然是无记名投票，但是呢，作为领导，我想啊，咱们还是应该做到心里有数。你看这科里头啊，总共有九个人，你我呢就占去两票。我有个想法，如果呢你和我各再影响两个人，这样咱们就可以把控这个投票的结果，省得出乱子啊。科长，这最终还是由投票来决定吧。哎呀，不瞒你啊，我倒想好了两个人。这第一个呢，我认为这个初四五，他的工作能力太差，如果要是给他换个地方呢，可能是对他好。再一个呢，有人跟我说这个王会计，不过我想啊，还是吕刚同志下岗合适。吕刚，可吕刚同志不管是他的学历还是他的工作能力，在我们科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啊，你怎么会想到是吕刚呢？是吗？今天志芳还特意给我打电话叮嘱说，这三个月啊是你的危险期，这家里家务不用做了，上下班你也别骑车了，我负责送你啊。在单位上班你也得小心一点。咱可千万不能大意，不能出任何问题。哎，我说话你听见了吗？哎，你说什么？说什么都没听见，想什么呢？今天我们科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说为了统一思想，问问我想让谁下岗。你没说让谁下岗？我没说，这事儿不能我定啊。本来就不应该这样。统一思想，这对谁都不公平。我也觉得心里头挺奇怪的。姐，我可不是向着我哥，你们科里那点事儿都闹了多久了？我都看明白了，这会儿你往前冲，图什么呀？图个年年先进啊！小孩子家家的，掺和这事儿。嫂子，小颖说的对，一个先进，咱值得吗？每年两块肥皂。一个毛巾，一个证书，也就这样了嘛，不值当的。嫂子，如果你喝出一身剐，咱们把烂摊子收拾好了，收拾干净了，给咱奖个两千三千的。疯了，你真敢想，两千三千，你那值得当啊？不是，嫂子，我觉得吧，你说你这怀孕刚三个月，这是最关键的，你又容易流产，所以这段时间你最需要静养了。哎。看看，不是我一个人说吗？你说这全家老小的都能看清楚，怎么就你看不明白呢？那你让我怎么着？不干了？就不干了？别干了！干它干嘛呀？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不是我要干，是局领导直接开会就宣布了，我能说不干吗？你别拿管他们那一套来管我啊！还开会？是，你们也是。他让你说你就说，没有，没脾气。哎，真不是大哥传他的。我们建议。是啊，就是啊，你呀、啊、还老觉得自个儿聪明，我看全家哪一个都比你聪明，就属你笨了，这点事儿都看不明白，让人当枪使着，脑子都用哪儿了？小颖，
都关门小心点，别老夹你姐脑袋。书记，这检查我也做了，处分我也挨了，奖金我也扣了，你什么时候放我走啊？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你和你爱人调动的事儿，院里不批准。那我就跟着你。你跟着我也没用，院里不会批准你去广东的。书记，您忙您的，我不会影响您的。哎，赵永明啊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您不放我去广东，我只能睡这儿了。你，赵永明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行为，后果自负。我负，哼，我现在就负啊！您慢走啊。嗯，我说啊，你还真要住到书记办公室啊？住这儿怎么了？你说你怎么了？你丢人不丢人呢？你我丢什么人呢？你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志邦，你哥，哎哎呦呦，老婆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？我不给我丢不起这人。不，咱不丢人。我告诉你啊，他一天不放咱，我就住那一天；一年不放咱，我就住那一年。要不你也搬铺盖过来吧，你睡长沙发，我睡桌子。哎，真的，这是我的计划。哎，别，快给我，给我，不，赵明，松开。我不松。你松开，松不松？我不松。你不松是不是？我不松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等着，你给我。志芳，别真生气啊。哥。来了，怎么了？赵明又惹事儿了，他还是想我们调广东去，一直要求调动，可是院领导不同意，他就拿了被子搬到书记办公室了。我劝了半天，他实在劝不动了。你胡闹，走。是龙院长吗？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我是长兴的赵永明。哎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，那个是这样的哈，调令呢我收着了，可是我这儿出现了小小的一点问题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是这样的，我跟您汇报一下，我们医院觉得我跟我爱人呢是人才，死活不放。哎，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我现在软磨硬泡我们领导呢，您放心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肯定能把他们的工作做通了。哎，什么？人才引进政策？啊，那您听我说的意思对不对啊？就是我即使我们我跟我爱人是什么情况，您那儿都能够帮我们解决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只要调过去是国家干部，我们肯定过去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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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那罗院长，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。哥，到了。哎哎，志芳，赵明啊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是什么话呀？我不是坐牢。大哥，您是不是对我进行传统的革命教育来了？不用了，我刚才啊想通了。真的，我不调广东了。真不调广东了？我真不调了。你既然想通了，那就好。本来还想跟你好好谈谈呢。大哥，咱找个东西吃吧。我实在饿坏了。我走吧。哎哎。该说的我也都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去想吧。不是不听你的，你说只要真让人下岗，我心里也难受。问题是像现在这样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和不干一个样，
人浮于事的，这不行啊，这企业不得垮了？这就不是咱们能管得了的事儿了。告诉你，我是真生你气，我还不是心疼你。行，不说了，明天还得催着永明去跟他们书记道歉去，别再让他下了岗了。现在真是乱了套了，有人哭着喊着留下来的，有人哭着喊着要走的。听说好多人现在都去广东，说那能挣大钱。那还不都是凤毛麟角呢？那那么多人吃苦受累，你看不见。咱不求大富大贵，咱们就这么。书记，主任，我是志芳的哥哥，为我们这次的过错呢，我带着永明来向你们赔礼道歉来了。永明，你说话。书记，主任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次在医院的影响是很恶劣的，这叫我们以后怎么去约束大家？啊？你说，赵永明同志，广东再好，你去的地方也只不过是个镇医院。是，他们的起点高，设备硬件都比我们好，这我清楚。但你知道医院靠的什么吗？是靠传统，光靠设备是没用的，这一点你比我清楚。永明和志芳是业务上的尖子，我们不想放他。这是实话，改革开放，人才流动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你们有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们放心，我们会尽所能，把大家的福利待遇搞上去。你看你们书记真是有水平，你也表个态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愿意接受院里对我的任何处分。你现在态度很好嘛。还有，二位领导，这是。我们一点心意，这是干什么？拿回去，拿回去。这是应该的。你说这件事情让领导们操了这么多的心。还有，永明职称问题，二位领导是不是再给考虑考虑？四五李刚，吃早饭了吗？没吃。哎，姐。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呀？什么不对啊？我是说，你们科里的人对你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哎，你是不是说过要从四五、王会计、老刘和吕刚他们四个里边选两个下岗？我没说过呀，谁跟你说的？哎，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，反正是从你们财务科传出来的。你到底说没说过这话？哎，周姐，科长，周云啊，有事儿。你为什么把你说过的话栽在我的头上？我没有啊。那天是你说的，要考虑初四五、王会计或者是吕刚下岗，我没有说。可是现在在外面传是我说的，这是为什么？是啊，是我跟你说的，不是。他怎么能传到外边去？我现在就是在问你这个问题。这里面一定有人在中间造谣，你会不会跟谁在外面又说了吧？我跟你什么都不会说，我跟任何人也什么都不会说。周军同志，这里面一定有人在群众中造谣，你快坐下，你帮助我好好分析分析，究竟谁在群众中造谣？周姐，我来就是想问你。这次下岗，咱们科到底什么标准？一准有我是吧？这事儿我说了不能算。再说你来问我，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四五，你是领导，你就不能网开一面呢？不管这标准怎么定，你就相信一定是公平公开的。我早
就听说你已经内定是我了，你在意公正合理，那肯定是我啊。姐，这科里属我没本事，你要把别人裁了吧，人家还能自谋出路，你要是把我裁了，我怎么活呀？这事是我说了不算的，四五。你别听人家姐在这胡说，她有什么权利让别人下岗啊？往大了说，你这工作是国家给的；往小了说，他就一副科长，他就是被别人当枪使呢。那扣扳机的还是你们科长。说什么呢你？我就说我应该说，你一副科长，你有什么权利啊让人下岗啊？什么事儿你都往上冲。91年的时候，我们还很傻，很多现在一眼就可以看明白的事儿，我们却看不明白。干什么？从粮食局改革的第一天起，姐就成了众矢之的。你确实没有说我让谁下岗的话吗？根本就不是我说的，我们科长找我谈话，这些话是他说的，他把他说的话栽赃到我头上了。王八蛋，我明儿就拿着这石头找局领导去，我看他怎么说。你也甭找，你找局领导有什么用啊？局领导找他谈话，我们科长能承认吗？他能承认他栽赃陷害吗？无所谓，我问心无愧。卑鄙呀，卑鄙无耻啊！大家看看这个石头，好好的看看，仔细的看看。昨天晚上，就是有人用这块石头砸了周云同志家的玻璃。这是威胁呀，是赤裸裸的威胁。我在这里告诉这个人，竞争上岗是挡不住的，扔块石头挡不住，杀人放火也挡不住。我还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局党组坚决支持周云同志，100%的支持。那个砸玻璃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查清楚。我们查不着，让公安局查。我就不信了，扔块石头就能挡住我们竞争上岗了？无记名投票照样进行。我就是要把那些不干活的人、混日子的人、站着茅坑不拉屎的人，通通拿下，绝不手软。局长，把那些不干活的人呢，通通都拿下来，我们大家呢都没意见。我也表个态，我吕刚啊，举双手赞成。不过呢，咱们这竞争上岗是不是得公正、公平？竞争上岗当然是公正公平的，我们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，就是为了公正公平。那要是有人在这个私底下拉帮结伙搞小动作，像咱们这个改革小组的领导走后门，该怎么办？你看我干什么？我又没走后门。嫂子，砸咱家玻璃那人揪出来了没有？对呀，揪出来没有？揪出来什么呀？都是一个单位的。算了，过去。别呀，这种缺德玩意儿一定得揪出来。揪出来之后啊，摁在地上轻的，用破鞋抽他，抽他300下，太缺德了。重的判他3-5年都不为过。都是局里的七姑子八大姨，不揪出来还好，揪出来你怎么见面啊？低头不见抬头见。算了，这话厚道，现在是在火山口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啊，哥，嗨，志华姐在北京有对象了啊？又拆我心啊？你又拆你哥心？怎么不配啊？哟哎呀，干嘛的呀这是？嗯，是志华姐在北京体育大学的同学，叫李林。哪儿的人？嗯，甭管哪人，跟志华结婚啊，他就得回长兴来。怎么不好看呀？别拆你哥心了啊！行，去烧水去，下饺子了。把手洗了。太丑了。像老头吗？你看哪配呀？这下我放心了，我不是咱家最丑的了。姐，你回来可不许这么说。不是，请这个财务科的同志们注意了啊！关于这个选票的事儿啊，我再说明一下，这选票上有你们9个人的名字，如果你们认为谁应该下岗，就在他的名字后面打上一个勾。但是咱们这选票上他只能打2个勾，也就是说呢，如果不足2个。或者是超过2个以上的，咱们这个选票就是一张废票，大家都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局长，咱们开始。那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投票了啊！咱们那个财务科的同志们啊，把这个选票打完对勾之后呢，放到这个投票箱里，就请先自行离开会场。
在外面休息片刻，咱们呢一会儿会把这个选票的投票结果写在这个黑板上，好吧？那么咱们现在开始投票。这次我会下岗吗？来来来，吃瓜子吃瓜子，来吃。四五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，我保证你不会下岗。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去做的呀，可我还是担心。不会的，朱云啊，等一会儿选票结果出来之后，经过财务科的改革工作，希望你多替我动动脑筋呐，啊？啊，我会的。同志们。咱们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了，大家可以进来了啊。